香儿。那天你跟那个长胡子鬼走了一天一夜，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呢？哪个人啊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。你们到底在说谁呢？多事，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？我没有嘛。你去了那么久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去看他跟人打架，然后呢又去万寿山庄等那个神雕大侠，但是连人影都没见，你就找上门了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很不喜欢那个神雕大侠？干嘛你这么紧张他？莫非你也想见他一面？哦，原来你们在说神雕大侠。神雕大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没兴趣见这种人呢，他根本比不上我们的爹和娘。大姐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干嘛这样说人家嘛？他又没有得罪你。你竟敢顶嘴！你私自出去这么久，害得我到处找你。回到襄阳城，看爹会怎么罚你。香儿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？是没错，我只不过去看看热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大姐，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哎呀，你跟着一个素未谋面的坏人去了一天一夜都没回来，你还说我大惊小怪？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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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虽然山西一哭鬼也不算什么正人君子，但是在江湖上也没怎么作恶，也不算什么坏人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还是鲁叔叔最明白事理了。没大没小的，姑且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呢，你一个女孩子跟着人家到处走，成何体统啊？幸亏这次没事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？大不了下一次我不去了。哼，香儿，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任性，我现在罚你回房去，在英雄大会之前不准你踏出房门一步。还站在这儿，破路送香儿回房。是的，爹。香儿，听你爹的话，鲁叔陪你回房去。来，来。岳父，香儿年纪还小，似乎不用太……哎呀，你不知道，福儿就是被我纵坏了，一直闯出这么大的祸。香儿自小脾气古怪，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她，将来会害了她一生。你都教训过她了，干什么生那么大气呢？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英雄大会的事吧。也好。哼。爹最偏心了，大姐做什么都行，我做什么都不行，还是大哥对我最好。如果我的生日早点来就好了。香儿，你睡了没有？鲁叔叔。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瞧瞧鲁叔叔给你带了什么给你，哎。叔叔，还是你最疼香儿。哎呀，何止鲁叔叔疼你啊！你知不知道这几道小菜呀，是黄帮主亲自弄的？香儿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嗯，真的。哎，如果有鲁叔叔天天陪我喝酒，加上我娘煮的小菜，就算要我关在房里几天，我也不怕闷呢。嗯，我们今天晚上不醉无归。鲁叔叔陪你。啊，来，撑着撑着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回帮主，弟子在庙附近到处找过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也是一样，庙后面也没有任何人。哎，那就奇怪了，信里明明写着在这里见面的，他应该不会失约的。帮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回去再从长计议吧。不行，对方说过这次有蒙古军情相告，事关重大，我们还是多等一会儿吧。你们不用等了，约你的人不会来了。是你。鲁叔叔，鲁叔叔，你不要死。鲁叔叔。可是我大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帮主，弟子师奉耶律兄之命找寻鲁帮主的下落，就在杨太傅庙外，发现了鲁帮主和两位弟子的尸体。那他们当时是不是全部都死了？不是，当时有一位弟子还没有断气，据他死前所讲，他们是遭祸毒暗算，虎毒，岂有此理！ 正后悔当年没有杀了这个狗贼。对了，鲁帮主的打狗棒，当时我到处找过了，始终没有找到。爹，娘，你们一定要杀了这个蒙古狗，替鲁叔叔报仇。二姐，你别哭了。爹，你们把鲁帮主跟两位弟子先抬进内堂。 说说，几天之前我还跟你举杯痛饮，有说有笑的，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阴阳永隔了。你泉下有知，趁今晚是你的回魂之夜，你要记得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啊。 鲁叔叔，如果你没有空回来见我，我就在这里敬你最后一杯。鲁叔叔，是不是你啊？你回来见我了？ 香儿，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大姐，原来是你啊！当然是我了，不然会是谁呢？我在这里等鲁叔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。记得你在这里，他怎么会来见我？不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见了鲁叔叔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如果鲁叔叔真的泉下有知的话。 他就应该去找那些蒙古狗报仇，哪还会有时间来找你呢？谁说不会啊？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我要在这里等到他来为止。香儿，你别这么任性了。再过几天你就16岁了，再过几年你就要嫁人的了，你还想这么胡作非为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和姐夫成亲之后，和你没嫁之前也差不多啊。那怎么一样呢？你姐夫见多识广，高人一等，怎么能和那些凡夫俗子相比呢？如果你将来找到个丈夫，有你姐夫一半这么好啊，爹和娘就会心满意足了。姐夫好是好，不过呢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比他年轻。 又比他英俊，武功还比他高10倍呀！我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厉害的人。随便你信不信，这个人呢，人缘又好，又喜欢行侠仗义，绝对是个大侠。到底他是谁呀？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他。 如果这个人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出类拔萃，我没有理由不认识的。香儿，快点说出来。看来，鲁叔叔今天晚上不会来找我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对了，这样才听话吗？不然呢，你会连累我被爹娘责备的。
爹和娘他们这么疼你，你又是未来的丐帮帮主夫人，有谁敢责备你啊？你别乱说了，历来丐帮帮主都要经过比武决胜才能当得上，况且你姐夫也未必一定能够技压群雄，你这么说小心被人家笑话。对了，你想娘会定在哪一天选新帮主啊？爹和娘最近几天都要开英雄大会，商讨对抗蒙古鞑子，我想最快也要等到这个月的23或是24。23、24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24是我的生日，如果娘是24号选新帮主，那我的生日不就……你真是的，你生日只是小事，怎么可以和丐帮选新帮主的事相提并论呢？对你来说是小事，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我生日过后就16岁了。哎呀，原来你16岁了，要不要我通知天下各路英雄向你这位郭二小姐祝寿呢？就算你们都忘记了，有一个人一定会记得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来见我的。你是说你那位无论样貌和武功都比你姐夫优胜的人？我怕人家只顾着去当他的英雄了，根本没空来向你这个黄毛丫头祝寿啊。你乱说，他答应我的绝对不会失约的。郭二小姐，你约了谁这么紧张啊？尹克西。郭大小姐果然好眼力，佩服佩服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是专程来请两位郭小姐跟我回去走一趟。大姐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你还问？全都是你惹出的祸，你高兴了。大姐，郭二小姐，用放三射他。香儿，香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香儿，刚才你怎么可以？莫非有人相助？相助？莫非是他？他？哪个他？啊？啊！一定是鲁叔叔的鬼魂来救我们了。能够以一支法簪可以射穿一个人的手掌，并且插入木柱内，而法簪却丝毫无损，这个人的内功实在不简单呢。当今世上武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岳父、外公、我师父、一灯大师、西毒、北丐以及金轮法王。尹克西和金轮法王是同一道上的，当然不会出手相救。如果是一灯大师，他绝不会避而不见。还有啊，我爹跟老顽童的武功虽然很高，但是他们的功力都较为阴柔。不错，这个人的内力以刚猛为主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七公师父他老人家才做得到。但是香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出手救你的？莫非是他？不可能啊，一定是我的错觉。香儿，娘在问你话，你怎么发愣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知道就算了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回房睡吧。那我们回房去了。哎，江儿，以后不准一个人随便到僻静的地方去。知道了，爹。
靖哥哥，我们这位二小姐好像有点心事哦。心事？我看是吓着了吧。当然不是了，自从上一次她送完英雄帖回来之后，我总觉得她好像神不守舍，古古怪怪的。有这种事吗？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，这些少女心事当年你都不明白，何况现在。是是。无论如何，明天我也得上杨太父庙去看看才行。救香儿的这个人武功如此高强，但他偏偏又不肯露面，到底会是谁呢？难道是过儿？不会的，过儿武功纵然大有进境，也不至于会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更何况……跟我来啊。你们怎么会这么晚呢？恩公有令，让我把这两张名帖送给姓杨府的赵老爵爷和乌鸦山的九龙头陀那，还有恩公还吩咐一定要在5天之内请他们赶到襄阳。是啊，不知道恩公还有没有其他的吩咐。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，这次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，风风光光，不要让恩公失望就行了。不错，难得这次能得到恩公的差遣，我们一定要办得妥妥当当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出发。真的有这种事？哎，靖哥哥，你说我们发出的英雄帖会不会漏了什么人呢？不会的，这次我们为了壮大声势，连退隐的江湖前辈我们全都发了帖，我看不会漏了谁。但是依我今日所见，似乎有一位大有来头的江湖人物心有不甘，想在襄阳有所行动的。如果这位江湖人物和我们同一阵线的话，我不妨推举他为盟主，听他发号施令。但是他发名帖请那位赵老爵爷、九龙头陀等人，似乎又不像是为了抗盟大业而来的。这两位老前辈连我们也无法联络到他们，如果这位江湖人物有这么大的面子，我们一定要结识他呀。但是我担心这个人心怀不轨，召集高手相助蒙古鞑子，对我们不利啊。赵老爵爷和九龙头陀虽然行事古怪，但他们绝非是奸恶之徒。再者说，如果那位江湖人物就是上次救香儿的人，那我们更不必担心了，是吗？但愿如此咯。那蓉儿，过两天各路英雄呢就会陆续到步了，你要养足精神，打点一切。婉儿，星儿上哪儿去了？她不是最喜欢凑热闹的吗？她还不是又在发小姐脾气？我已经叫破鲁去找她了。哎，破鲁，怎么样？你二姐肯不肯出来见人？真是奇怪了。什么事啊？二姐啊，她说你们在外面开英雄大宴，她自己要在房间里开英雄小宴，不出来了。英雄小宴？嗯。又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了。那你二姐在招呼些什么客人呢？我刚才过去的时候，看见有男有女的，正在二姐房里喝酒谈笑呢。这香儿实在太放肆了，女孩家怎么能随便的在房里招呼客人呢？娘，我们这位小东西啊，向来都不避男女之嫌的，无论是市井之徒或是贩夫走卒，她也一样结交的。啊，福儿，你带为娘的去香儿房里请他的朋友出来，
一来以免怠慢了客人，二来也免得香儿惹出什么笑话来。好的，小胖头，你立刻叫厨房多送几坛酒来。哦，哎，再切一点熟牛肉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二小姐，我马上去。这是难得难得呀，难得郭二小姐如此豪爽好客。可惜我人厨子一向少在江湖走动，否则的话，我早就交上你这个朋友喽。今天大家都得到郭二小姐的盛意招待，老夫这儿有件薄礼，就当是送给郭二小姐寿辰的礼物。这只是千年雪参，可以疗绝症、解百毒，有起死回生的功用。郭二小姐，你福大命大，当然是用不着了。但是到郭二小姐百岁生辰之日，再服这只千年雪参，就可以再延寿百年，也都无伤大雅呀。百草仙叔叔，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，我怎么敢当啊？说起来呢，老夫也有一份薄礼要送给郭二小姐。啊，前辈，这个莫非就是江湖闻名的黑玉镯？没错，哎，郭二小姐的眼光真是锐利啊。既然大家都送了礼物，那么贫尼只好献丑了。百草仙、圣音师太这几位老前辈怎么会认识香儿的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几个人的名字连我都没有听过，何况香儿足不出户，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呢。福儿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上次你们在风林渡口那儿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啊。哎，这几个人亦正亦邪，行事怪诞，如今蒙古大军压境，如果还要分心对付他们，那实在是头疼。我们前来只为祝寿，别无他意，不必头疼。娘，大姐，你们进来啊，来，我有好多礼物啊，你们看。香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几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你是说百草仙、圣音师太和人厨子他们呢？我也是刚刚才认识他们呢。刚刚认识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你啊？是真的，我本来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，突然呢，那个人厨子叔叔呢就在窗外问我，小妹妹，我们进来陪你喝酒好不好？那我当然说好了，他们四个就跳进来了。哎，他们还说这个月24日我生日的那天，他们还会再来陪我庆祝。娘，他们是不是你跟爹的朋友啊？我跟你爹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那就奇怪了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生日的日子，还送了这么多礼物给我？九龙头陀和圣音师太都来向仙儿祝寿，有这么奇怪的事？你自己看吧。似乎我们的郭儿小姐的面子比我们还大呢。蓉儿，你也不必太担心，我看他们这次来也并无恶意，他们如果在大驾光临，我们就小以大义，游说他们加入我们抗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，我是担心他们以祝寿为名捣乱为实，依我看，最后我们尽快地选出丐帮的新帮主，以免夜长梦多。Thank you.
小姐，祝你一份。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小姐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教你。好啊，好。来来来，别顾着吃啊，让我们品完这把好不好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啊！来来，你们当心啊，这把我赢定了。娘，找我有事啊。先把门关上，我有事问你。哦。福儿，那天你跟香儿、破鲁去送英雄帖，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事啊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是这几天，香儿连一些个绿林大盗、酒肉和尚之类的朋友也结交了。你这个做大姐的，一点都不担心妹妹吗？你老实说，那天香儿跟山西一哭鬼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见过些什么人？当天我们在枫林渡口，香儿偶然听到几个闲人正在吹捧神雕大侠如何行侠仗义，香儿一时好奇，就跟着山西一哭鬼他们走了，说要见一见那位神雕大侠。神雕大侠？那他究竟有没有见到啊？香儿回来后只字不提，应该没有见到吧。不过……不过什么呀？不过香儿曾经说过有个大英雄会替他庆祝生日，但是我问那个人是谁，他怎么都不肯说。是过儿，一定是过儿了。我想香儿早就跟过儿约好在杨太夫庙那儿见面，难怪他救了香儿之后就不肯露面了。娘，您说那个人是杨过？他为什么会对香儿这么好呢？这你还不明白？他恨我害死了他爹，恨你砍断了他的手，更痛恨你用毒针伤了小龙女，害他们分开16年那么久。娘，您的意思是说杨过这次回来是找我们报仇啊？总之到了下个月就是16年期满的日子，如果过儿能够见到小龙女那就好，否则……杨过这个人心胸狭窄，有仇必报，这次他费尽心思讨好香儿，就是想等香儿……娘，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香儿才行。明天就是选丐帮新帮主的日子，现在我们唯有见机行事了。各位手足，本帮鲁帮主遭奸人所害，葬身于杨太傅庙中，本帮的弟子非常的愤慨，我们要誓报此仇。誓报此仇！誓报此仇！誓报此仇！所谓蛇无头而不行，几位长老想来想去，皆想请黄帮主复出，统领我们丐帮的弟子替鲁帮主复仇。黄帮主！黄帮主！黄帮主！真凶，为鲁帮主报仇，小妹本来应义不容辞，但是近日蒙古大军压境，襄阳告急，小妹夫妇二人正为对抗蒙古鞑子一事煞费思量，恐怕一时难以分心，为今之计只有选出一位才智兼备的英雄好汉来统领丐帮。嗯，谁呢？各位各位，难得今天天下英雄云集，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汉瞧得起我们丐帮的，就请上来赐教一番，如果能够技压群雄，我们丐帮的弟子就奉他为丐帮的帮主。周大侠，你上去吧。不知台下有哪位英雄愿意上来赐教呢？
在下佟大海，斗胆先行先找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有哪位有兴趣的，请上来与佟大侠比试。这种身手都敢上台，也不怕丢脸。哎，大嫂，不如你上台去大显身手。如果你技压群雄，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。相信以后必定引为佳话了。和他交手，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让我抛砖引玉吧。嘿，在下武修文，请赐教。小五兄家世渊源，身兼郭黄两家之长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，我认为是白费力气。待会遇到真正高手上台的话，岂不吃亏？哎，耶律大哥在此，修文只不过是去凑凑热闹。哎，凤如，你二姐呢？你没叫她来教场吗？有，儿刚才已经叫她出来了，不过她就是不肯出来。哎，这个女人性格这么倔强，和你一模一样。啊，我还是去看看她吧。小女子郭襄，向苍天祷告，医院爹娘率领群雄杀退蒙古鞑子，得保襄阳安全。二愿爹娘身体康泰，事事称心。三愿神雕大侠杨大哥和他的夫人小龙女能够早日团聚。看来香儿已经知道过儿跟龙姑娘之间的事了，莫非我错怪了过儿？糟了，过儿他越是表现得对龙姑娘一往情深，香儿就只会对他更是死心塌地，这招真是厉害。长信伯伯，长信伯伯，你真的来了。大哥哥他……哦，神雕大侠命小人前来向郭二小姐你说一下。他不能来啊。不是，不过神雕大侠要为郭二小姐预备三份礼物，所以要晚一点才会到。只要大哥哥肯来见我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他又何必为我费神呢？不过这三份礼物他说要在教场上送给你，所以叫你去教场等候。真的？那我们马上去。好。对了，大哥哥他别来无恙吧。果儿真的会来吗？敦儒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必记挂心中，知道吗？是师父。这回是周大侠胜。耶律兄弟，还有哪位侠？是时候该你大显身手了。功绩不如从命，那我就上台献丑了。在下耶律寻，请指教。你心不在焉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
首长，叶力兴盛，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挑战？大嫂，大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，你放心吧。如果是真的话，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荣幸。叶力兴盛。还有哪位英雄好汉出来挑战？如果没有人上来赐教的话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怎么样？我命一二人刺探军情，有什么消息？启禀郭大侠，蒙古大军左右两翼先锋已经分别到了新野和邓州，但是我们发现这五百先锋全部在中途被人伏击，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。真的？到底是何人所为？小子也不清楚。更奇怪的是，所有蒙古鞑子的左耳全都被人割了下来，不知所踪。蒙古先锋全军覆没，必定大挫其锐气，此事实在可喜可贺。我们大宋有这么多奇人异士，如果人人都肯为国出力的话，蒙古鞑子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没什么可怕的。耶律公子说得好，还有哪一位英雄好汉想向耶律公子挑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耶律公子就是我们新任丐帮帮主。史家五位叔叔，郭二小姐，神雕大侠的第一份礼物总算送到了。是吗？五位英雄，我们这次比武是单打独斗，你们究竟哪一位先上阵？我等是奉神雕大侠之命，向郭二小姐奉上第一份生日礼物，并非前来比武。送礼？有劳五位史家叔叔，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什么呢？这些不是？郭二小姐，你受惊了，这些是五百个蒙古先锋的左耳。莫非新野邓州的蒙古鞑子是被神雕大侠派人所杀？正是，神雕大侠知道今天乃是郭二小姐16岁方辰，但是蒙古鞑子竟然敢前来进犯，所以就派人将他们一举歼灭。未知现在神雕大侠身在何处，我郭靖一定去拜会，带襄阳的百姓向他致信。靖哥哥，这位神雕大侠你也认识的？我认识。他就是过儿啊。是过儿，真是过儿。过儿他立下奇功，相信义弟他泉下有知，必定含笑九泉。山西一哭鬼奉神雕大侠之命，特地前来向郭二小姐祝寿，顺道将第二件贺礼奉上。又是血淋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郭二小姐，大可放心，这件贺礼不但不是血淋淋，而且还非常灿烂夺目。包你见了就喜欢。神雕大侠带人前往南阳，
收回蒙古大军的20万粮草，作为送给郭二小姐你的第二份贺礼。实在太好了，但是刚才那烟花又怎么会？不错，神雕大侠探知蒙古鞑子有意炮轰襄阳，所以就命圣音师太、任楚子和百草仙等数十名好手，以烟花为号，先烧火药，再烧粮草。蒙古大军粮草不济，那是非退兵不可了。这次孤儿立下奇功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。蒙古鞑子连遭挫败，当然是天下的喜事。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件喜上加喜的事，就是我们的丐帮已经选出新帮主了。不错，耶律公子气压群雄，今天大家有目共睹。如果再没有人上来挑战的话，我们就拥立耶律公子为毕帮的新任帮主。耶律公子，令尊曾与蒙古为相，如今汉蒙不两立，耶律公子身份尴尬，岂能出任本？